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巴蒂姆利瑞赫曼，开立一个新娘化妆店，我主要是给新娘化妆，还有参加婚礼的朋友化妆，还有礼服，好多新娘礼服呢。我为了学好化妆技术，在乌鲁木齐必须了一年。今天我化的是生活妆，大姐姐过生日，然后咱们家人一起吃个饭，化个简单一点的妆。过生日，我给他化了美丽的妆，希望他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！谢谢。好好玩啊！